双方听经典春晚歌曲抢答接歌，答对则对方队接受淋雨惩罚，答错则本队接受惩罚。那就开始了哈。我要打断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一队的每一个人跟刚才的衣服都不太一样？哎，我一样的姐。有啥不一样？我就反过来穿的。大家为什么都多了个外套啊？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1987年春晚上的一首歌，《一把火》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1987，让很多人有了思乡之情。故乡的云，请听歌。归来吧，归来吧，蓝天。故乡的云，对对对对。故乡的云谁唱的？费翔，费翔，费翔。那我是乡的风，那是乡的云。抢答，程程获得答题权。大程程啊，这个歌你能唱得出来吗？我们猜的是人名和歌是吧？哎，接歌词。哦，接歌词啊！哇，抢完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迟了？我已是满怀疲惫嘛，为我抚平伤痕。你们组唯一给我一个答案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蔡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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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我抚平伤痕，为我抚平伤痕，为我抚平伤痕，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马东老师是不是不管对不对，先鼓个掌？我刚才手上全是水，我抖了抖了，还不行。正确答案是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，为我抹去伤痕。抱歉，回答错误。哎哎那个转的伞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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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流进去了。王浩，你保护史册也就算了，用不着这么对程程吧？不是，程程除了淋本身的雨，还要淋你雨伞上的雨。哎，下一首歌，我觉得谁都会唱。1992年春晚，演唱者庾澄庆。哟，情非得已，一把火。不是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。是吧？哎，我觉得你可以赌一下，难忘今宵，反正每年都有。来放歌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爱他。让我一次爱个够。让我一次爱个够。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。让我一次，让我一次。腾哥获得答题权。让我一次爱个够。可以了，现在和以后。我的心不再沉默。哇，他这样是不是要把整首唱完才算赢？哎，这是一般的小卖弄。确定吗，腾哥？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是。让我一次爱的够，现在和以后。回答正确。Yeah!谁说我没用？谁说我没用？谁说过你没用？还会抢答呢？马东老师，你可以鼓掌了。我，这我戒了，戒了。哎，哎呀，明儿姐呀，永远拿不着伞。哎呀，明儿姐呀。
他在你那儿，我够得着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给我？衣服怎么还在我呀？我先为了弥补第一轮我对你的伤害。这个人，你怎么还带着塑料袋来的？进来那一沓都没拿。咱们就不说别的，就说马老为什么被称为叫泰斗？为什么？你看刚才那样，视死如归。有一种就是，算了，不活了。下一首歌啊，这首歌曲的提示是它出现在2003年的春晚上。下一句是歌，行。这首歌。是送给中国女足的姑娘们的哦，铿锵玫瑰，铿锵玫瑰哦，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你会唱吗？这两句谁都会。请出歌。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，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。这个歌词真的不知道，我会，我会。啊，你会啊？我会，我唱过。唱不会，唱不会，不会，从不面对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再多的，再多的。接，接，腾哥获得答题权。风雨彩虹。铿锵玫瑰，纵横四海笑天涯，永不后悔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不对，后悔吧。后退，嗯，永不后退。女足的精神永不后退。永不后退，应该是退。后悔还是后退？后退，后悔。你给我错了的啊！确定吗？我应该吧。好像是悔，永不受罪，永不受累，永远不对。太乱了。哎呀，马老师，可劲儿保江湖。你再给我唱着，你再给我唱，我把给你顺那个歌词大意来。顺着逻辑。纵横四海。纵横四海。笑傲天涯。笑傲江湖吧。笑不笑傲天涯。笑傲江涯。天涯，天涯，天涯，纵横四海，笑傲天涯，永不后悔。精神的话就是后退，永不后退。你们全说是退啊，我怎么觉得是悔啊？咱们应该没问题了，咱们现在已经乱套。如果是悔的话，我就如果要是错了，我就一个人站这儿。那啥也不说了，就悔。悔，悔。正确答案是。回答错误，接受惩罚。什么没听明白？什么东西？会。大爷，去吧。去吧，走了。花花，即便接受惩罚，记住，永不后悔啊！绝不后悔。不对，后悔吧？后悔，永不后悔。哇，全湿，全湿了！哇塞！我替花花向各位女足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来，咱人换一下，该遭罪了啊！底下看着挺开心的，其实谁都干不了这玩意儿。别抖了，这全毛全湿到。腾哥爱吐毛。平时没有的时候。你看，你发现腾哥爱吐毛没有？平时没毛的时候，天天就在这儿，不知道吐用什么呢。下一首歌，2010年的春晚，这位歌手以他的声音空灵，传奇，传奇呀。想你
是你在天边。这是空灵啊。这是灵异。王菲的传奇，请听歌。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约，会不会？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完了，唱的全是错的。鹏哥获得了答题权，干什么呀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走远，对，咱往回唱，从走远往回唱，什么什么？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未走远，身边从未走远。哎呀，太难听了，哥，对了，你俩干嘛呢？空灵吗？哇哇哇，空灵唱的吗？答案是什么？我一直在你身边走远。啊，这谁能真能听明白这玩意儿？这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不会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未走远。走远，对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。错误。啊！哎呀，狗腿！什么狗？你这个哥哥也一直从未走远。谢谢哥哥，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哦，身旁，哎呀，幸亏没抢。怎么这唱个大白话啊？这去憋了呢。我们小宋啊，啥都没看啊。下一首歌也是一首就是都会唱的歌，2008年春晚，演唱者周杰伦。那啥，青花彩词。青花彩。青花彩。你把那首雨花台唱一下。哎呀，歌名记不住，也考的是接词儿。接歌词啊，请听歌。会吗？不会。会吗？会吗？会会会。接，腾哥。如前世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古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腾哥感情你就会最后一个咦咦咦，你也敢拍啊？什么歌词说？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古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完了，带着笑意还是眼带笑意？眼带笑意。眼带你眼带笑意，谁唱带着笑意了？改不改？不改不改不改。要错了的话，小宋一人光膀子站号吗？光膀子啊。如果答错直接接受惩罚。肯定正确啊，正确。咱们怎么来一个？我的天！姐，咱们优雅一点，不要那什么，就接受惩罚吗？对我求求不要，对我求求不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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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没发现他都是热乎的吗？好及时啊。上面有一个杜小满加油站，
给你们获得一个小满加油伞的机会，抢到下一题答题权并且答对的话，就可以来到小满加油站领取一把完整好用的小满加油伞。2014年春晚，王铮亮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，那首歌真的是唱哭了好多人，尤其是陪爸妈一起看春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接我节目哦，在您的节目后边。对，您正好走了呀，没听着歌词儿啊，没听着歌词儿啊。是啊，没听着呢。请出歌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会吗？算了，会吗？我胳膊，别碰我左胳膊，右胳膊能行？抢答，还好没碰你左胳膊。我没抢过、刚才鹏哥那个帅捕捉到了吗？抢答！别碰我左胳膊，别碰我左胳膊。转眼间，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确定吗？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，没不改。请判定。什么？请判定啊！耶！快过来呀！哎呦，大龙老师，把您给忘了。正确答案是转眼就只剩下这把小满加油伞，鬼王牌家族啦！谢谢。来。鹏哥，一会儿你看我们五个人跟千手观音一样。多长时间都没见过好伞了，我甚至有点舍不得打开它。恭喜一下王牌家族、拿到这把伞，信心满满。谢。杜小满呢，不仅在节目里加油，还在生活里给生意人加油。没错，做生意就不能资金上有缺口，进货、装修、发工资，资金周转不愁，生意才能更红火。幸好现在生意人有了一个好帮手，杜小满 APP，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新用户下载杜小满 APP， 领小微加油站活动惊喜好礼。最后一首歌，2014年春晚，演唱者李玟。哦，哎呦 ，Coco， 怎么了 ，Coco？ Coco 啊，很熟，鹏哥特别熟，很喜欢他，很喜欢他。想你的360天。想你的三，对，请出歌。会吗？我会，但是不熟。小宋 OK 吗 ？OK， 又 OK。我前两期才唱过。不，你现在太……你起开吧。怎么嫌弃你左边那个了？哎，鹏哥获得答题权，果然对 Coco 真的是了然于心。你请。他送你干嘛？我不是你会吗？前两天刚唱完吗？没听过这段。后边这段不会。再说说，咱们好好猜一猜。来，前面那句是什么？前面那句是爱两颗心剪不断的长线。爱两颗心剪不断的长线。你还乱、剪不断的长线。也不让我发现你没走远。让我发现你没走远。好，还往回拉。但这是第一段的，哎呦，不行。我给点提示啊，你的冷热我能感觉，它的句式是一样的。咱们是大和尚给他们捣乱吗？来吧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。
你的温度365一度有，你的温度这得换成你的笑容吧，你的笑容我没感觉就是他吧没关系的，无所谓，算了放弃吧，放弃了，让咱给唱放弃了。你的温度我能感觉，你的怀抱我能感觉呢，你的怀抱我能感觉，你的体温我能感觉，可以，你的体温呢，你的怀抱和体温我们都能感觉，来吧四个宝贝儿，快来吧，来吧把这解开吧，来吧，就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别编，注意安全，我们在伞里有安全带，不用那么急，不能急，来友情赠送，我看人家为什么不会是什么，不用别用，肯定是陷阱。哎呦！你看，我哪知道他是陷阱，他捆着呢。一家人，啥也不说，就一家人。好看，没挡谁镜头吧？挡我了。回答错误，惩罚。哇！表情，家族的凝聚力，向心力，一家人，啥也不说，就一家人。漂亮，优雅一点，我们优雅一点。小宋都已经歪了都。没事吧，都没事吧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没事吧，我们四个都没事，开小宋你的右半身跟一个瀑布似的，小宋啊，好，你还不如去抢把伞呢对，直接抢走，还记得有人抢你帽子的事吗？呀，你不说我还忘了呢谁抢帽子？你呀、啊、我抢小宋帽子，腾哥你失忆了吗？Happy birthday!